OK， 那我们的房间 ，OK， 那我们的房 ，OK， 那我们整理摄影师房间第七集就到这里，因为现在已经半夜了，我怕会吵到大家。OK， 那我们 ，OK， 那这就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第七集。那因为现在已经半夜了，我怕我太大声会吵到大家，所以我们刚刚其实没有就把 ，Dang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七集。那 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七集。那我 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整 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七集。那你看我这样子讲话小小声的，其实是因为现在已经半夜了，我怕吵到大家，所以我们刚刚也忘了说去把器材单列出来。那我就想说，我在自己找时间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第七集。那你看我讲话这么小声，好像在 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第七集。那你看我讲话这么小声，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半夜了，我怕吵到别人。那我们刚刚也忘了列我们的器材单，那我就自己再找时间把我们器材单列出来。反正我们整理干净，应该器材单很容易不把它伸出来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七。OK， 这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第七集。那你看我这样子讲话好像很小声，是因为现在已经半夜了，我怕吵到别人。OK， 这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第七集。那你看我讲话这样子，现在小声。OK， 这我们今天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七。OK， 这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第七集。那你看我这样讲话好像小小声的，是因为现在已经是半夜了，我又怕吵到别人，所以我们只好讲话像这样子。那我们后面刚刚整理的东西忘记列器材单，那我想说我就自己再找时间列器材单，反正我们已经整理干净了，应该列器材单很轻松。OK， 那我们就去睡觉吧，因为半夜了。